5月1日上午，陈赫在微博中晒出一张自己正在配音的照片，并配文称这个戏等了很久，最后配音阶段开始。照片中陈赫戴着耳机，背对镜头，正在为某个戏配音，样子十分认真。随后陈赫自己在评论中回复道，哈哈，吊足了网友的胃口。网友看到后纷纷评论，是在给《爱情公寓5》配音吗？好期待《爱情公寓》啊！《爱情公寓》自2009年开播以来一直备受观众喜爱，不过在2014年《爱情公寓4》播出后，《爱情公寓5》何时播出也受到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。据悉，《爱情公寓》系列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，给观众带来无数的欢声笑语，里面的经典台词更是数不胜数。陈赫的一句好男人就是我，我就是曾小贤，三个臭皮匠臭死诸葛亮，我一口盐汽水喷死你等，让很多的观众都笑到停不下来。自从第四季播完之后，大家期待《爱情公寓》第五季的呼声一直很高。之前有传言称《爱情公寓5》已经开拍了，很多网友都表示期待《爱情公寓5》能早日播出。